我是刚刚列车长，110年5月14号，中南大庄站21:23出发的是1264的引力车，下车辆面组有901车往前冲。进入发车，经由西湖高铁开往基隆。耶，新主播1264在中南大庄站行号1，这是一次就没见到这里的天佑。2010年天佑009再录个这样。谢哥哥，老师们个把咱们多多点我们大局观们，两个字再见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